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周末了，小宝不上学。今天俺、这儿这个王府寨大集了，俺几个去赶集去啊。今天赶集了，主要目的也没有啥目的，就是去集上看看啊。上回带大家看了那个竹木县的那大集，然后今天带大家看看俺、这儿的大集啊，王府寨大集，好像。就是一到这种冬天冬季这种农村大集，我感觉都特别有烟火气息啊，买啥的都有。走上集上看看溜溜转转啊。哎，我们去玩了。去玩了，好走。到了，来了有点晚了，10点多快11点了，今天有点亮啊。集集。这个大集真的是越扩越大呀，现在之前都没有到这个红绿灯口的，现在都到这个红绿灯口这儿了，越扩越大，哇，人还特别多，来吧，逛逛云逛集啊，买啥了都有啊，甘蔗、苹果、红萝卜、白菜、大葱、衣服，哇，好久没有来甘蔗集了，这么热闹。100块钱两件，50一件，瞅，39一条。芋头、土豆，大葱、茄子。基本上这个季节，白菜、萝卜、白菜、大葱、土豆都是应季菜。路边上有，这里边也有，大有天地。想吃那啥，等会儿妈给你买过来。咱先逛一圈儿啊，瞅呗。买小孩衣服了，瞅，来瞅，看给小妮儿买一身那种棉衣棉裤，露裆了，不出来给家穿，不用穿尿不湿。瞅这多好看，马面裙儿，今年流行了。你再长大点，乖，长大点买一身这样啊。俺、长15岁都完成了。买点花牛苹果。他俩都好吃面的。你混个啥吃吃啊？混个苹果吃吃啊？包啊，走，来过来，撵他们呢。这儿有。这不小啊。哦，他爹连条了。连条了不中。这棉花了吧？有不连条了吗？连花了，没儿洗呀吗？俺1岁多了，1岁。这个。老虎都行。第二站买点白萝卜，买个棉手套，买个护膝。你们也骑个那不带碰的三轮收快递，以后该冷了，买一堆护膝。这边都是卖小吃的，因为这边有几个学校，看看。买啥的都有，小坐虾，坐虾弄点儿，不该，兜底儿了，要完了，我够了，下雨了，看看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赶紧买走，嘿，宝珠，哎呦呦呦，30块钱买点小河虾。回家给两条炸炸，给河里开了人家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赶紧走啊！好冷啊！买点山药啊，有苦。感觉没有买啥东西，瞅，就比较重。走，可真下大了，撑伞了。买了东西，
还给小宝买双棉拖鞋，东西不多，但是可沉。人都走了，走走，准备打道回府。哎呀，最后买一袋吃的，啥吃的呀？哎，瞅瞅你来吃的。哎呦，不中，你好沉啊，牛，抱不动了，这个奶提的东西也提不住了。哎呀，落荒而逃。赶集主要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集上的烟火气息，然后这个集上的热闹。你看那集上人多了，这是大集了，都属于这村里有个集，基本上都没有人。哇哇，真厉害！希望离了近的朋友可以去大集上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这种气氛。我还买了有点这种俺开封老式的这种糕点。哎呀，好冷啊！今天暴雷有雨，天气预报居然好准呀、啊！真的下雨了耶，下了点儿，虽然说下了不大。哦，我踩出啥？咦，踩一脚！我今天走狗屎运了。